大家好，我们是 SAM， 我是方法，我是一关。今天我们要来介绍的是东方的神秘生物，见首不见尾的龙。要是跟龙有关的成语就多到不行啊，真的蛮多的。龙飞凤舞，龙蛇杂处，龙腾虎跃，飞龙在天，群龙无首，乘龙快去，化龙点睛，亢龙有喙，攀龙附凤，望子成龙，车水马龙，卧虎藏龙，人中之龙，会猎公好龙，射公好龙。哦，那台湾跟龙有关的地名也不少啊，像是后龙啊、龙井啊，还有龙潭啊。哦，相关的龙的村里还有50几个。有这么多啊？命名人名上面也很多啊，像是李小龙啊、成龙啊、龙应台啊，还有龙翔电影台啊。好，太多了太多了。为什么我那么喜欢龙？相传中华民族的老祖先就是伏羲跟女娲，他们就是龙身人首的一个形象。哦，不是蛇身吗？也可以是蛇身，但是主要就是龙身蛇首一样的概念。哦，还有啊，汉人高祖刘邦他就声称呢，他自己的老妈就是跟龙交合之后才生出他来的，这么刺激啊。这些传说就是让我们中华民族就有一种就是跟龙的传人，或者是就是跟龙有一个概念式连概念式连结。对对对，像是古代的帝王都会自称自己是什么真龙天子，龙的传人。没错没错，他们的这种喜好都会影响到他们的百姓。像是英国女王维多利亚，她呢就是在结婚的时候穿婚纱，所以呢，到现在大家都要穿婚纱。哦，原来婚纱是这样来的。不管了、所以呢，这个帝王他自称自己是龙，所以中华民族都觉得自己就是龙的传人、都是大家都是龙就对了。对对对，那这个龙到底是长什么样子？应该就是大家印象中的那个样。其实龙它又叫九不像，哪九不像？它有九个动物合在一起啊。这个是兔眼、鹿角、牛嘴、骆驼头、虎掌、鹰爪、鱼鳞、蛇身、肾腹。肾腹是就是巨大那个蚌壳的那个肚子哦，里面的肉啊。对对对，就是光滑软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龙是怎么来的呢？据说有两个方法。两个方法？两个办法。第一种呢是由蛇变过来的。蛇还可以变龙？它呢会先吸收日月精华变成蛟，蛟再吸收日月精华，最后再变成龙。就是要经过很久的修炼。对，那这个蛟呢其实是一种水生的一种神秘生物。怎么说神秘生物？它就是通常我们会听到说什么一些闹水灾什么，古人就是说是蛟在作乱。哦，很爱捣乱。对，那等到真的要修行千年之后，它才会真的成龙飞上天，然后可以管理风雨啊，或者是这些。哦，像跟人也是一样的，会先会有一段屁孩时期作乱，然后到时候就成熟变成一个成熟的人。还有另外一种说法，就是鱼跃龙门。哦，鲤鱼跃龙门。对，那这个龙门其实很多地方都叫做龙门啊。对，龙门客栈。是龙门客栈、龙门国中。所以其实这个龙门是一个瀑布。哦，是一个地名。那这个瀑布呢，就鲤鱼就想要跳上去，到上游去繁殖。那传说就是跳过这个瀑布上去，因为它瀑布很高，跳过去以后就会变成龙。哦，就会升天。对对对。哦，所以才有鲤鱼王变成暴鲤龙。龙的来源到底是什么？就是有一些学者他们就讲了、可能古代人他们是发现的是动物或者是自然两种参考。哦，有两种可能性。对，那第一种呢是动物，他们觉得是巨蜥啊，或者是巨鳄，或者是巨蛇这种。哦，反正就是很大只，然后就是这种爬虫类啦。那他们就觉得，尤其是巨鳄，因为鳄鱼是不是都会埋在水里面，只露出头部跟眼睛？对对对对对对。那这个就很像神龙见首不见尾哦，看不到它的全貌。有时候突然又冲出来啦，这样就是古人对这个就非常的，就是把它认为它就是龙啦。那第二种呢，就是自然说啦，他们就认为是龙卷风，就是龙造成，龙卷起来。哦，就是那种很大的自然现象。对啊，像是什么火龙卷啊、水龙卷啊这些，他们就觉得这是火龙或是水龙。那叫龙卷。对对对对。传说中龙有生九个儿子。那这九其实九是一个多数的意思。哦，不止九个。
明朝的时候，杨素就写了一个《深谙外籍》，里面就有讲到龙其实有九个儿子。哪九个？老大叫做赑屃。赑屃，这个赑屃呢常常在搞破坏，那大禹治水的时候就把他收服了，可是大禹又怕他之后又继续搞，所以呢就搬来一个巨大的石块，上面把大禹的功绩啊先写一写，然后就请赑屃把他背着，就背着压着 他不要让他乱跑。那我们现在常常就会看到啊，在哪里呢？赤坎楼。哦，有印象。赤坎楼前面那一堆，那都是赑屃，背着一个碑在上面。对，那个下面那一堆都是赑屃。哦，那都是赑屃。嗯，老二叫做螭尾或螭吻，它有龙头鱼身。龙头鱼身啊。嗯，它又叫做正吻，或叫龙吻，或叫做吞脊兽。哎，传到日本呢，又叫做虎。听下子。哎。所以它又是一个滴水嘴兽，传说它是雨神的坐骑，哦，所以他们就把它放在屋顶上，是希望就是可以有带来雨水，然后可以不要火灾，就对了。嗯嗯嗯嗯。老三叫做蒲牢，蒲牢，蒲牢呢，它是被撞击的时候会发出很大的声音，什么声音？就是会鬼吼鬼叫了，鬼叫。它被撞到的时候就会鬼吼鬼叫。所以呢，人们就把它放在钟的装饰，可以希望可以传很远的意思。啊，就叫很大声。对对对，据说呢，它很怕金鱼。金鱼啊？对，所以呢，就会有蒲牢的这个钟，就会有搭配有金鱼的钟锤。咦，这么残忍？就很像是你给女生看到蟑螂是一样的。嗯，叫看到蟑螂叫越大声。对对对对，用天敌让它叫更大声。对对对，那很毒，好狠。老四叫赑屃。赑屃，赑屃它就是长得很像老虎啦，它有明辨是非、正义的象征。哦，是正义的象征。对，所以它会放在衙门或者是监狱的门口，嗯，就是有一种镇住的那种非常正义的感觉，对不对？也会把它放在家里的门把上，嗯，就古代会把它放在家里的门把上，也是镇，也是镇坏人。对对对对，哦、也是监狱的代称。老五叫饕餮，很有名了吧？哎，这个有。饕餮呢是中国四凶兽之一，就是他很爱吃，而且很爱吃人，所以呢就是叫老饕老饕的，觉得很爱吃啦。对对，我们叫老饕不就是爱吃的意思？对，没错，懂吃。嗯，《山海经》的叙述是这样的，说他是羊身人面，人手虎齿，眼睛长在腋下。嗯，对，饕餮的象征战争的意思。古代在周朝以前呢，那个青铜器上面都有饕餮纹。哦，有，它就是象征他们战争，然后武力很强大。嗯，像是电影《长城》啊。哦，电影《长城》里面不就是他们就是盖长城，就是为了防止饕餮。老六叫八夏，他呢头部有点像龙，但是比龙扁一点，他身体是野兽的样子。头比较扁，扁的龙啊。嗯，传说呢，他在古代的时候犯了天条，被贬下凡，然后身上就背了一个龟壳，被命令要看守运河。嗯哼，那后来呢？千年过去以后，就骑满了龟壳，就可以卸掉、哦、卸下来了。那人们呢，就是觉得说，哎、欸，他这样看守运河，防止水泛滥、嗯，所以就还是会在现在的河旁边就会放几只，就希望他可以防止洪水泛滥、哦。可他防了也没有用啊，老大还是来乱啊。嗯，就是吧，反正就是在你在故宫啊，或者是在那个天坛那边，都会看到他的排水口，也就是八下的那个形象。哦，又一个滴水嘴兽。对，就是还是象征一下嘛。嗯、老七叫做睚眦。睚眦。嗯，他是一个龙身豺首。豺首，豺狼，豺犬。对对对对。那他的个性当然就是凶狠火爆啦。嗯。他的嘴会咬宝剑，怒目相视。哦，瞪人。嗯，常常会放在一些那种兵器上面的装饰。有一个成语叫做睚眦必报，有没有听过？有，大概就是。都那种走在路上就会说你夸小啊这种感觉的。算是啊，他其实他就是睚眦，他就是瞪人的意思啊。那睚眦必报就是小小的一个不爽他就要报复。嗯哼。对，没错。心胸狭窄的意思啊。嗯、了解。老八叫做酸泥。酸泥啊。嗯。酸泥他的形象就是狮子的样子。嗯。他很喜欢烟，而且喜欢坐着。又叫做坐狮。哦，常常会在香炉或者是在佛座上面看到。老九叫焦徒，焦徒呢长得就是蚌壳的样子，他不喜欢别人进入他的墓，就是不喜欢别人进入他的那个壳里面，家里面哦，因为壳都必经的，对吧？所以呢，古人就把它放在家的门口的那个门上，嗯哼，
就是象征的就不是很欢迎一些不欢迎不熟的人，对对对对，不欢迎一些坏人来啦，这些人也是很避俗啊。不会啊，就是好人还欢迎啊，就是不欢迎一些我不欢迎的人，闲杂人等，对对对对，不要没事来串门子啊。那还有一些其他的神兽，那就是也都是号称是龙的后代，嗯，比如说麒麟，麒麟传说它是牛跟龙的交配。来，又来，我们家的这个龙怎么这么能跟谁都能来一下是怎样啊？龙最大还要跟谁都可以啊。就是麒麟呢，它是一个头像龙，身体像马，有牛尾，背上五彩的斑纹。嗯哼，据说是只有太平盛世的时候才会出现，传说中的神兽。对，在明朝的时候，明成祖那时候郑和下西洋，他又跑到东非去带了两只回来，他那个就带了什么长颈鹿，没错，可是长颈鹿刚刚好索马利亚语就叫做 Gili， 哦，发音很像，对，所以他们就觉得啊，而且长得又跟他们传说中的也很像，嗯，所以就啊就觉得那个就是麒麟，真禽异兽这样。嗯，像现在日本韩国也都是叫长颈鹿都是叫麒麟，嗯，麒麟，嗯，那台语的话也是叫做 Gili 咯。嗯哼，貔貅，貔貅是貔貅，貔貅是一种只有嘴巴没有屁股的一个神兽，就嘴巴没有屁股，就是只进不出，就是象征是财库。OK OK， 它一定要一次两只，公的代表财，母的代表库。嗯哼，所以你就是一直进来，财进来，然后有保住的意思。我想不到我们这频道还兼讲风水，不是。就是它有开运辟邪，还有镇宅，这些有点像平安的功能。再来是朝天吼，朝天吼，朝天吼传说是观音的坐骑，它呢可以上达天意，下达民情。那我们现在可以在哪里看到呢？可以在天安门广场上面的一个石柱上面就有两只。上达天意，这个下达民情的部分嘛，看来效果也不怎么样。传说还有龙跟猪交配就会生大象，又来啊！那龙跟马交配生龙马，龙马，嗯，那龙跟虾交配生龙虾，嗯，反正呢，龙呢是中华文化的代表之一啦，啊哈，很多东西都跟龙有关，而且在全世界的文化之中都有龙的存在，这是没错，但形象不太一样。对，可是呢，在西方通常是坏的，在东方通常是好的，所以有可能是龙在古代真的是在帮东方。所以西方才会认为龙是坏的代表。又是一个这个我的主神就是你的坏神。对。他是飞龙在天，龙腾虎跃，龙蛇杂处，飞龙在天。又来一次，不对。